个暑假，一知名女作家来到了一个度假小镇。本想过一个轻松悠闲的假期，顺便找点灵感，结果不幸遇上了个奇怪的邻居，一个不睡觉的钢琴怪。谁呀、啊？再捣乱我就跟你不客气了。男主的母亲是个40来岁的家庭妇女，性格彪悍，典型的母老虎。干脆面、酸奶、奶片、果冻、三生花手霜。男主爱吃甜食，因为蛮横的母亲让他缺失了很多母爱，所以只能拿甜食来填补情感上的缺失。虽然是人气极高的少女杀手，但为人冷漠无情，狂妄自大，成天摆着一张冷冰冰的臭脸，直到遇见了女主，人前狂拽酷炫，人后霸道忠犬。你在干嘛？我来拿回我的笔记本。我以为你不要了。就算不要了，也不能落在你那儿。哎，明明就是你有求于我，求人就应该有求人的态度嘛，还拿着我的东西不还我，太幼稚了吧？难道是因为你太喜欢，所以想留下来当收藏？我对这种脑残的爱情故事没兴趣。你果然偷看了。我发现啊，你这个人就是典型的口嫌体正，嘴巴上说着不要不要，身体却诚实得很。所以你这种人啊，说话得反着听，你越说没兴趣吧，其实就越喜欢。行，我答应你，等我以后出版了第一本小说，我就第一个送给你。但是吧，你是不是得先把原稿给我，不然不就绝版了吗？好啊，可以。真的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我这种人的话得反着听。笔记本这件事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只要你睡够2个月。喂，席颂，对不起，有事好商量啊。这件事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只要你同意我们就按照约定履行，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就各忙各的，不要在我面前晃悠，也不要跟我讨价还价，别浪费时间，我真的很忙。哎呀，2个月也太长了吧，人家毕竟是女孩子。最少1个月。半个月可以。行，反正你东西在我这儿，你人来就可以了，晚上见。
道又自负的男主，以为遇上的女主是个小绵羊，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，却不知这女主可是头披着羊皮的狼，就等着男主上钩呢，然后撕掉面具，开始